把人都要进来，怎么样？这首歌我需要大家加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觉得这首歌马上就变好听了？是的，歌里面加入，所有歌都变好听。 太用力，那个曾巴萱都好像要走音了，对。好，那今天趁机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旺福呢虽然就是历经了疫情，但是呢我们的新专辑的专场呢延期又延期，终于还是决定要在7月的时候呢会举办。现在呢还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些票，对不对？
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上旺婆军方 FB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IG 就可以去看到那个售票的网页。然后我们在7月24号在高雄的 Live Warehouse， 7月31号在台北的华山 Lexi 会有两场我们的新专辑《你好我好大家好》的专场巡演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，会聊更久哦。然后我们也会唱所有新专辑的歌，然后给大家听。刚刚大家听到这首就是来自于我们新专辑的歌。最近呢，这首歌 MV 也已经在网络上面首播喽。我刚刚一直要讲这件事情，我忘记了。对，就是那个 MV 上线了。然后我们再给他久了。对，我们在挑战那个，挑战就是不要下 Q， 到底结果会怎样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吗？我们有这个挑战。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挑战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现在那个网络传播，就是大家其实虽然很容易获得，但很难散发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呢的帮忙，帮我们呢转贴到你的那个，不论是哪一个平台上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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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啊，只要你们转贴的话，我们今天 MV 可能就突然多两万个观看人数哦，不要小看自己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先那个跟大家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短短见 MV 里面，肚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，逆龄演出，到底有多逆？我想他应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大逆不道的演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带。